去年二月就会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的日本巨星中岛美嘉，今日下午率先到港，准备出席演唱会几招公布详情。十几个歌迷一早就在机场守候，更加有人特登在澳洲返港，带埋珍藏的黑胶碟向中岛美嘉索取签名。不过他被保安和工作人员阻止，场面一度混乱。中岛美嘉在工作人员安排下一路走向出口，沿路双手合十鞠躬挥手示意，亦都边行边回应记者提问。他说觉得香港天气好热，亦都为再见到香港歌迷而兴奋。教えてもらえたら、飲茶とか、点心食べたい。